我哋系拉布，讲得出，我哋做得到。我宣布现在会议正式开始，请各位议员返回座位，停止在会议室叫嚣，以便会议可以顺利举行。请各位返回座位。衝擊、肢體衝突，所有的搗亂都是反對派做的。而家今日他要用一些辦法去拉布，夾硬揾啲位去拗下法案委員會是否成立啊等等咧，全部都是他哋拉布的伎倆。睇住個鐘三個鐘頭噶啦，三個鐘頭嘅規程問題，我話俾大家聽，我都唔想跌入去你哋嗰啲咁嘅拉布陷阱，同你糾纏呢個位。總之今日就做到底，一定要將個法案委員會咧係終止。直上大會咧，主席亦都係一個迫於無奈嘅決定。大家睇到佢哋乜嘢醜事都做盡啦，呢班人。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，而家無可奈何，我哋必須要用一個恰當嘅做法去處理今次嘅條例。我宣布建議獲得通過。